炒股又炒楼，香港富翁冠全球。有几多钱先算有钱人？有财富管理公司就话，唔计自住物业同埋收藏品啊咁，拥有最少值100万美金嘅资产，即系大概值780万港纸左右啦，就算有钱人啦。以呢个标准计，海捷同埋加拿大皇家银行财富管理发表报告，去年本港嘅有钱人增加咗35.7%，升幅系全球最劲噶。有113,000多人，是自2007年以来最多的，升幅咁强劲，因为去年本港股楼两市都做好，连带本港有钱人的财富亦都按年升了37.2%，有大概43,600多港纸啊。至于中国方面，去年有钱人的数目增加了14.3%，有大概643,000人，以人数来讲呢，全球排行第四。去年亚太区的有钱人数目有368万人，虽然比北美地区的373万人少，不过因为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太区，预计最快在2014年亚太区将会重夺富裕人数最多的宝座。